济南百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城市清洁设备、电动环卫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企业。公司主营多功能高压冲洗车、四轮高压冲洗车、高温高压冲洗车、新能源高压冲洗车、树叶收集车、 T5 小型驾驶室树叶收集车、吸叶机、电动清扫车、 S13 小型电动扫地车、后装式垃圾清运车、侧装式垃圾清运车、八桶式垃圾清运车、两分类垃圾清运车、四分类垃圾清运车、新能源三轮洒水车、新能源四轮洒水车等六大系列20多种型号的产品，可上牌照多功能高压冲洗车，又称小型高压水扫车，具备多功能冲洗作业能力，主要用于城市人行道、快速道、辅道、路沿石的快速冲洗和保洁，以及城市小广告清理、果皮箱和垃圾桶冲洗、公交站牌冲洗、公共厕所冲洗等。车辆独有的工作速度模式、水位报警装置、高低速调整以及警示灯、反光条等，提高了作业安全系数。高温高压冲洗车，高温高压冲洗车热水模式下，可将水温急速加热到90摄氏度，对于清理城市小广告、清理重油污等效果明显。冷水模式下，完全代替多功能高压冲洗车，可用于城市人行道和辅道的快速冲洗和保洁。该车体积小巧，通过性强，适合各种场所的环卫保洁。四轮高压冲洗车分为以高尔夫为底盘的多功能高压冲洗车和以汽车底盘的新能源高压冲洗车，外形美观大方，冲洗功能齐全，水箱容量大，工作效率高，可对地面灰尘、污渍、环卫站、公交站、工程车辆清洗和道路洒水养护，是城市保洁、环卫、建筑、工矿企业理想的高压清洗设备。新能源高压冲洗车动力系统采用知名品牌电池，经济环保，噪音低，零排放，广泛应用于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主城区人行道、小街巷道的冲扫，以及垃圾桶、小广告、公共设施的冲刷等。电动清扫车是我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第四代具有超强路面扫净能力的纯电动多功能清扫车。该车具有超强路面清洗、垃圾污水回收、喷雾降尘、高压冲洗等多种功能。动力系统采用3元锂电池模块，一次充电可持续作业6至10小时。配备360度全方位高清智能监控摄像头，所有电控操作均可在配有冷暖空调的驾驶室内完成。车辆不仅可对城市干道、高等级公路和机场、公园、居住区路面进行道路清扫，
还可对人行道路进行高压冲洗，对马路沿边果皮箱、垃圾桶、公交站牌也有很好的冲洗效果。T50 多功能树叶收集车是我公司第三代升级产品，可有效解决集中落叶季节树叶多、体积大、难收集、难转运的痛点。该车配有4.8立方垃圾箱，并配有2级除尘过滤系统，存储量大，避免扬尘。采用大吸力风机，可快速收集零散和成堆的落叶。独特的风机机构设计，可将落叶粉碎、压缩，大大降低树叶体积，使其存储量更大，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另该车车辆还配有高压冲洗系统，非落叶季节可作为高压冲洗车使用，对路沿石、人行道、垃圾桶等进行高压冲洗作业，一机多用，有效提高了整车利用率。T5 小型驾驶室树叶收集车，采用锂电池为动力，操作简单，外观新颖，体积小巧，通过性强。该车具备树叶收集、粉碎、过滤等功能，配有可延长吸管，可对绿化带、草坪、卫生死角的落叶进行收集。车辆配有中置吸盘，可对路面落叶进行收集。独特的垃圾箱存储装置，可将树叶直接装袋，避免了因倾倒垃圾造成的二次收集，大大提高了树叶转运处理效率。吸叶机，吸叶机是我公司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生产的一种新型树叶收集设备。该设备可手推助力行走，也可自驱行走，收集树叶效率高，垃圾储存袋可随时更换，方便快捷。吸口可配置延长管，用来吸收绿化带中的落叶和垃圾，而且吸口高度可调。面对落叶较厚或树叶较多的区域，也能轻松收集干净。目前在环卫人行道、园林、物业小区、工厂厂区和车间等得到广泛应用。电动垃圾清运车分为后装式垃圾清运车、侧装式垃圾清运车和八桶垃圾运输车，底盘均采用大尺寸截面12号槽钢为主纵梁，无缝钢管横梁连接，承载能力强。动力系统采用知名品牌电池，经济环保，续航里程可达80至100公里。其中后装式垃圾清运车可对接大、中、小型垃圾压缩车，采用后装垃圾桶形式。配备刮板，可装20至25桶标准240升的垃圾，符合国家支持发展新能源车辆的方针。电动洒水车分为3轮洒水车和4轮洒水车，动力系统采用知名品牌电池，经济环保，具有移动方便、功能齐全、承载量大等特点，主要用于道路洒水、喷雾降尘、绿化浇水、应急消防等。电动垃圾分类清运车分为4分类垃圾清运车和2分类垃圾清运车，两车为纯电动，经济环保，续航里程可达100公里。4分类垃圾车可装载8个240升标准垃圾桶，配有4个垃圾投放窗口，可对不同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符合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理念，围板一键升取，自动化程度高。采用4联机构设计围板举升翻转系统，
极大提升了装桶作业的效率。两分类垃圾车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垃圾箱。可回收垃圾箱为平开门卸料方式，侧装垃圾形式，并配有液压自卸装置，可对不可回收垃圾箱单独卸料，二者均配有污水收集口，防止污水泄漏。全程垃圾为封闭式，能做到垃圾不落地，